笑，大仙不闹。我们来，我想等着前十名赛，想找仙哥打的。妈，他说他刚问吗？想找我打的，我把小号发个麻给他。大号上分了，小号不掉一下。杨涵他就那一刹那，我给他掉完后，他整个人就有如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是2450，他就卡在那里卡住了。我一口气给他上了2300，他直接2500。哦，瓶颈还是需要有人来突破的。Later， 有你在这把碗，这把靠你带飞了。OK。你小子真正会捧场啊！你这施工的格局拉满啊！这个墙可真厚啊！哎呀，你小子！对，啊，我不打了，我走了哈。你看看那先玩，哎，这什么又是？借个道啊，让我亮一亮这个国标啊！把人打残了，先哥收一下。注意看我那个小兵啊，注意看那个小兵，我二一捅，二三炸，反手炸，一枪两枪。可以，先哥，走，我的标呢？亮，别急，先哥会亮的，会亮的。你 ，OK， 我二一完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没捅出来呀？我空间不住阵地的，我很凶残，哇！借这个野怪，这个野怪也没有了，借这个塔，我怎么我这各种摸不到人呢？我真的是裂开了我。记忆爆炸，睡觉。